所以你刚刚路线的东西是过去的讲的公车坐我是北京北京我北京坐的这个公车南方苏巴南方一万南方给这路途有了不对体力给现在不提供这个人生的喜欢的人现在我做马上就红了不对的你念着路途去问一下今天让你北京坐镇的这里我不行原来当年也其实呢可能其实你说起你说这个活动是几年那都不用你的父母反应的那都是些其他人的我们把我心里的这个决定了今天大家也就能给我心里人家老公老人家的这个那个朋友也会让我们的心里我的秘密也会给你的秘书明年就见到那是什么路子呢你一路没在的所以你说句现在的切割呢他就能刚才的给你压根的生活不能的把切割的生命的心情而且做我那边准备做出来对吧我要说刚才给人来的都没做些什么路人问你现在路人问你现在路边的路体育是怎样的大家都做出去当年在这儿的这些第一个现在的生活方向里见到的工作同学工作中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方面工作中的这些人士
Thank you.